涉嫌非法赌博的25男26女，年龄由24至69岁，其中一个35岁男人怀疑是赌档的主持人，其余的人就涉嫌醉赌，他们由探员逐一押上警车。元朗警区特别职务队是根据线报在凌晨突击搜查元朗炮仗坊一个单位，当场拘捕这批男女，全部人涉嫌非法赌博，带返警署调查。探员又在单位入面检获了9张电动麻雀台和一批赌具。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